来介绍我里面的内搭，我最喜欢买的衣服就是内搭。哦，这一件内搭它还蛮，就是是我喜欢那种，就是它是有做那种直条空条纹，之前有类似这一款，对，然后后来是断货了。嗯，对，然后它这一件是比较厚实一点点的，然后它的那个坑条不是说都是做一样的，如果都是做一样的坑条，会看起来比较普通，然后比较没有那么贵的感觉。然后它是有一点厚度的，脖子它也不会到太勒，它是有空间的。我觉得它坑条纹做得很漂亮，而且它不会到太贴身，就是你完全可以单穿出去的。不会刺，不会刺，完全不会刺。真的，它卖的内搭不会刺。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坑条，很美，超美的，就是它是有粗有细的那种，就是做得很漂亮的。然后你看它是。就是这种领子不会很累，我觉得你的奶油色很好看，它是奶油色，不会到纯白哦，很漂亮。对，奶油色，奶油色我觉得一定要拿，然后有很多颜色，我觉得黑色也是一定要拿的，黑色就是基本款，黑色就是你们每次都不买，然后穿了又觉得自己很瘦的那种，真的，哎、欸，黑色真的真的都是后来就回来说，我要再加一件黑色，因为黑色是最常搭配到的，对，最常搭配到的，可可色也超美的。可可色也是我很喜欢，然后这一件色也是，我觉得这件真的必带，而且它完全不贴身。小雨身上是奶油色，奶油色，然后还有这个杏色，杏色，杏色，可可色，可可色，黑色，黑色，黑色，还有一个灰色，我觉得灰色也好像灰色也好看，只是我自留是可可色跟刚刚的奶蓝色，还有黑色，然后我现在是穿可可色。C 零二就是都是直接破百件的那种。现在没有混色，它就是这个可可色，对，然后另外羊毛，因为它这两个色就有一点混色，杏色跟灰色，对，杏色跟灰色，对，C02有很多色，看，就是可以搭这样，然后我搭另外一款外套。混羊毛上衣穿了不会刺，完全不会刺，我自己就包三件，一个小时，我里面的上衣五个颜色，官网有上架，可以看。这个我们昨天也穿很多次，因为这是必带的C02嘛，对。然后。